我想连续两年，我们都邀请这个日本顶尖的这个高校吹奏乐部来台湾做演出。那也透过这个过程呢，让他们跟不同的台湾的学校做交流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因为其实两国的情感非常深厚。那透过不同世代的交流，我觉得那样的一个影响其实是更深远的。